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抽这个西哥跟春兰的卡池哈。那目标是抽西哥，感谢大文。好，因为这不可能，还有五福。好，我们来抽吧。那目前我就只有90抽啦，那抽中的几率应该是蛮低的，但我相信哈，我这么神运的人应该不会太惨吧。好了，来，十抽，第十抽。可恶，我有不好的预感了。艾卡希尔，不要再歪了！哇，好烦哦！第20抽，有了！20抽诀，不要歪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八个啊，第八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啊，好，不要歪，拜托，让我直接毕业，我从他西哥都收手，西哥都收手，西哥。20毕业，哇，爽！送啦，毕业了啦！哦哦哦！6666立牌六，给我刷起来啊，各位！史上哎，这不算最扯的。之前是10抽中零额，半罐中抽的时候，还不够刷一排六。哦，哎，我才不要嘞！要再继续吗？我怕。看六个屁，凶什么？我毕业啦，剩下存起来啊。你们想怂恿我抽哦？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，我是不会被你们诱惑的哈。你这个微微啊，想要骗我？嗯，不行，不能继续的。哦，我要停损啊，懂不懂 ？No， 不出，不是因为这个很麻烦啊。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谢谢居民。什么不行？对，我就是不行。对，我就不够冲。对，你当你赚钱，你股票买下去哦，到你的停，股票买的，你有赚，是不是要跑？而且还有周年庆哎，三月周年庆，3月11号周年庆，一定有一些活动的，我一定要死到那个时候啊！不要在那边了哈，我现在要存十之印啊！懂不懂？哦，我这个是要看长期的，知道吗？我现在20抽就已经中了我要的角色，我当然要停损啊，对不对？懂哈？懂吧？哦，这叫停利啊，对不起，停利，讲错，我不要，我就是怕，我怕。好啦，没有说真的啊，我真是怕啦，好不好？我怕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。时装展示，我觉得春兰的应该蛮棒的。西哥也会抖哎、欸，应该后期做的那个模组都会抖。我不要啦，因为我觉得春兰跟依依有意义的，我先把十字星留着，因为3月一定有活动的。这套也是蛮好看的。你说，单枪匹马的侠客梦谁没做过呢？
我可不想在我爹的庇护下待一辈子。啊，这个抖动都没那么多了，我觉得他还是多少符合那个角色的性格去做模组的啦。你看这个就还好。哦，对哈，那我留在那个时候补朝庆好了。然后这个丝袜一定要战神就对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春兰的哈。好，春兰的哈，哇哦，哇哇哦，这个是狐狸吗？狐狸的时装，抽出来都看得到，靠腰哦，先不要。哇，好好端哟，你看。春兰这真的不错，嗯啊啊，不行啊啊，不行啊啊，不要逼我啊啊，不行，不可以诱惑我。哦，这时装蛮赞的哦，不行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看看的，大家看的，好，啊，好，看完就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哦，坐骑是狐狸哦，坐骑是狐狸哦，真假的？那我台服再抽好了。哎、欸，好赞哦！断一段，断一段，断。为什么现在不抽又抽不到啊？一定还有啦，怎么能抽不到？哇，这个尾哦，这个尾巴，哦哦，可爱可爱，狐狸坐起来蛮美的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好，时装展示结束。